关请亮灯。黄老师好像有话要说。对，我说这出场改了一下，茂儿看到这个罗罗和李璐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哎呦仙气飘飘的那种感觉？我没有觉得，我觉得他们出来的时候气势汹汹。确实一换了出场方式给人感受也是不一样。我每期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从我的同事开始，我的一个同事是个男导演，马上要结婚了，他要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求婚，他不明白。第二，如果一定要该怎么弄。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啊，就求婚这个事儿是不是必须有还是可有可无？认为必须有的举手。都要有啊，就两个说不要，两个，二号和十三号，李璐。仪式感固然重要，但是呢，以我个人的想法，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就佛系的人。如果有一天我有了男朋友，男朋友可能带我去吃一个全家桶，然后告诉我今天呢你嫁不嫁，我们吃了这个全家桶就是一家人了。然后就是我就觉得那也很浪漫啊，不一定说他一定要跪下，然后呢给我什么玫瑰花，这么大一坨钻戒是吧？对呀，也不一定，就是吃了这个全家桶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特别好，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人，对不对？对。八号，我觉着求婚仪式我没想过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是男生想的事儿，不是我想的事儿。但是我一定要看到你用心。但是如果你说你要说刚才像李璐说的，你拿个全家桶给我说那个以后吃完这个全家桶然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一定会拿起这个桶直接摔他脸上，你跟那块糊弄谁呢？那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呢。来郑晓，我觉得谁给你弄的发型？我你是得罪他们了吗？他们说我今天适合演那个小泰迪。我觉得必须要有这个仪式感，必须要有求婚仪式，因为九九八十一难，最后八十一难了，这是我给他最后的一个考验。如果不能让我开心的话，我就不嫁，就不嫁。年轻人嘛，女生对这个事儿有美好的幻想没有毛病。好，来说一说你们想象中这个事儿怎么弄。海宁，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石鼓路附近的有一个梅花糕，我还可以给他买个梅花糕，说希望我们的未来的爱情和婚姻就是这样甜甜美美，像这个梅花糕一样。也许是我跟他求婚，为什么一定要男生跟女生求婚呢？哇，对对对，我看我们的老运动员说话真的是很好。哎，求婚这个事我们好像觉得天经地义，是男人像女，这个是你要喜欢他干嘛也可以女生。是的是的，我觉得听下来你那个男同事应该也都知道了，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他跟那个女孩如果哈已经这个进展到了要思考要不要求婚，那他对这个女孩应该有一个了解，他想要不要以及他想要什么样子的，所以最后还是自己拿主意。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找的那个人，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是有默契度的，就怕什么一方认为我这样很浪漫，另一方觉得很矫情，那个觉得这就是我要的人生仪式感，那个觉得恶俗不堪。如果这个事儿不搭调，搞不好求婚求完了就别结了，都有可能。最后祝他们幸福吧，有请今天第一个男嘉宾。